它是一条盘旋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巨龙，千回百转，守望着祖国西部的神山圣地。它是如此魔幻惊险，奇特又壮观，它就是新疆喀什的盘龙古道。有人说这是中国最有艺术感的公路，短短75公里，600多个弯道，海拔从3000米一直爬升到4100米，公路上的大弯一个接着一个，落差高达1100米，走过一次就让你无悔终生。从高处俯瞰，有人说它的形状像回形针，还有人说像泡面。之所以要在如此险恶的地形上把路修成这样，是为了用最短距离克服巨大的地势高差，只为打通当地5个村、2784个村民通往县城的唯一道路。正如盘龙古道入口的两行大字所说，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，从此人生尽是坦途。多少人因为这句话来打卡这条网红的公路，或许这就是盘龙精神。如果有机会，不妨去看一看。